我就比较睡着，一天就是无所事事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活动就是早上睡个觉起来，然后去溜一圈，溜一圈回来之后吃个早饭，然后再就去什么，比如说什么酒馆啊，我朋友在什么地方，大家聊聊天，那就很适合养老。这就是16岁小朋友的养老生活，我们就想老的时候热热闹闹。小磊，你知道当时要去哪玩吗？去公园夜市。没到嘞。我没来过这儿吧？来过。特别逗。Ha ha ha ha!